北京时间二月七日，布鲁克林篮网客场以一百零四比一百二十四大比分不敌丹佛掘金。在输掉本场比赛之后，篮网遭遇到了八连败。在输掉这场比赛之后，美媒统计了篮网多项糟糕记录。首先，在凯文杜兰特缺阵的十一场比赛中，篮网队战绩为二胜九负。其次，篮网从东部第一到东部第七，仅仅只用了十六天的时间，一波八连败，让他们如今已经是东部第七，掉到了附加赛区域。第三。 篮网在二零二二年的战绩为六胜十四负，输球场次比火箭、雷霆、鹈鹕、国王、开拓者和活塞更多。其中，火箭五胜十一负，雷霆四胜十三负，鹈鹕七胜十负，开拓者八胜十一负，国王五胜十三负，活塞七胜十三负。在今天篮网不敌掘金的比赛中，球队第三节单节输掉十五分，双方的分差迅速被拉开到了两位数。在此之后，掘金也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。 最终，掘金大胜篮网，球队在结束三连败的时候，也送给了篮网八连败。如今，由于哈登受伤，杜兰特也不知道何时回归，欧文不能够出战主场的比赛情况下，篮网应该怎样做呢？